有人在度延續緊我的節目㗎嘛，如果你唔嚟，我哋講曬㗎。唔係，今日咧就因為即係喺港大香港大學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台灣大選嗰、那個即係嗰班學生嗰個團啊，佢第二堂啊，咁誒即係到後屘啲問題好多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走唔甩啊 ！Q&A 咁啊，撞啱有個教授咧，即係嗰個精算統計係一個教授，係 Chair Professor 講座教授。佢又唔知點解兩次都嚟聽我講，然後咧就講完之後咧，佢就喺度。即係好長氣咁喺度講嘢，你明唔明？同埋問問題，咁佢拖慢咗時間，咁啲學生已經好冇癮㗎啦，望住佢咁。跟住我就，冇辦法，就唯有即係係延長少少，就係咁解。咁其實今日都係講台灣大選嘅，因為佢哋19號就要去台北官選，有成40名嘅香港大學。咁佢哋又要做好多功課嘅，咁有啲 project。咁我今日又同佢傾下佢哋嗰啲，因為佢有啲即係 project proposal 係講俾我俾意見嘅。咁我今日除咗講我要講嘅嘢之外咧。咁我又俾下意見，佢哋有幾組人即係提出，即係佢哋嗰個做法，即係每佢分好多組嘅，有啲就想通過今次官選咧，就研究下台灣嘅人、台灣人民同香港市民對嗰個民主政治嘅態度。有啲人咧就從嗰個媒體個角度，即係 media， 即係喺呢個選舉裏邊，究竟即係個作用有幾大，同埋同香港做比較。咁呢啲我都有啲意見俾佢哋，即係話俾佢聽，嗱，你可以從咩方向即係觀察呢啲選舉。咁頭先我主要個主題都係講即係個形勢最新嘅形勢，而家呢次大選，咁啊有啲人就覺得，睇完禮拜日嗰個兩個黨個造勢咧，咁你就會發現咧，即係個其實個選情咧就好似好緊張咁嘅，咁但係我自己都仍然係覺得馬英九係睇過一線嘅，雖然有四個國民黨嘅立委走去踢館，咁啊所謂四熟啦，四熟事件咧就俾呢、這個謝長廷可以揸住嚟，即係將佢大做文章啦。咁但係台灣好得意嘅，呢啲咁嘅新聞咧，負面嘅文宣咧，佢消費三幾日就冇噶啦。咁跟住又要第二啲嘢，咁而家就主攻即係呢個馬英九嘅即係綠卡啦，同埋一中市場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有啲都係假議題嚟嘅，你明唔明？咁啊，馬英九，我覺得佢今次好聰明，咁費事睬你，我講咗就算噶啦，係嘛？總之我就話冇，而家綠卡係冇效，我又冇呢個美國即係永久居民嘅身份嘅港元。咁佢而家就繼續喺呢個問題度喺度糾纏。咁同埋最近早兩日馬英九去台南，我覺得佢表現幾好嘅，即係喺台南咧，因為呢個係民進黨嘅票倉，咁佢啊深入虎穴，咁誒將啲台灣話即係佢都操咗好耐嘅啦，咁誒即係而家講得即係好有進步，佢比以前講講得好好多。同埋咧，即係佢俾我印象就係我有幾次係同佢即係坐低咁樣傾好耐偈嗰種，即係我今次睇佢咧，佢係改變咗好多，即係。佢以前係比較木納同埋有少少即係內斂嗰種啊，咁但係而家咧就比較放啲個人，咁啊即係呢個係我諗就係選舉就對一個人嘅洗禮啊，真係好緊要。咁我今日咧就特別提到一個即係我今晚都想講嘅一個 point， 即係台灣人你可以聽。即係你有啲人覺得啊，即係中國同大陸，中國大陸同台灣係咪可以有機會統一？即係我睇到而家喺個政治上個差距咁大咧，你真係好難。嗱，譬如好簡單，今次台灣呢個總統大選嘅選戰最熱鬧嘅期間，大陸咧就兩會會議，琴日咧就選舉，選舉國家領導人。哇，大佬佢嗰種選舉同你嗰個選舉，大家都選 president 喎，佢英文都叫 president 喎，國家主席。喂，大佬等額就係胡錦濤一個，跟住最高票2900多，係嘛？即係當選，温家寶又係大家喺度投票睇到個戰士畫面啦，係嘛？拍手掌咁嘅啫嘛，就係爭住未鼓掌通過，又係投票啊！入完個票箱公佈，又係2900多票，而且仲有邊個當選係預早知道嘅？譬如李克強，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係常務副總理第一，咁啊習近平係國家副主席。喂，呢啲咁嘅選舉真係好笑嘅喎！你即係睇下台灣打生打死為咗四傻踢館，又可以將個事件發酵，話搞到啲人啲情緒又拉到咁緊，兩邊你睇下報紙登或者睇到電視啲畫面，話嗰啲競選嘅團隊或者啲民眾嗰種熱情啊，同埋喂綠營嗰邊仲有一個今日啲報紙登咧，啊眼睛吃冰淇淋啦，啊三點式嘅一個著好性感嘅辣妹，啊又去咩？喂，你咁樣比較之下，你咪發現。大佬點統一啊，大佬！你點樣鬧台灣啊？係咩台獨啊？咩鬧到個狗屎？喂，你一比較，你嗰邊真係溫文爾雅喎，和平氣氛，哇！即係大家好開心咁樣，好似好和諧，和諧到不得了喎！個個你睇下，即係嗰個
大家照個角色嚟做嘅啫嘛。咁你大家諗下，你香港嗰班咁嘅港區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喺呢啲咁嘅場面底下，你有咩感受咧？你有咩資格批評你台灣嗰啲民主政治咧？啱唔啱啊？係嘛？你甚至乎在你呢、這個所謂選舉啊，你呢個所謂選國家主席、選國務院總理、選呢個政府啊，嗰啲部會首長仲好笑啊，係表決啊，嗰個叫做係嘛？人啊揀咗嘅人選就係嘛？即係、就是、你同一般所謂民主國家去選舉一個政府，係你唔好話同其他啲國家比。美國而家為咗個 primary election 喺度打生打死民主黨係嘛？誒唔好講呢啲，你可能呢啲煩，呢啲冇效率。但係呢啲係體現人民嗰個主權嘅，係一人一票，咪到最後我決定，就係無記名投票。你都可以大大聲話我呢個都係無記名投票喎，係嘛？但係等額選舉喎，係嘛？即係起碼我唔知道邊個投反對票同埋棄權票係嘛？咁都十零釘有係嘛？即係做一種咁嘅假民主。即係你話你雙方嘅差距爭幾遠咧？而家大家係為咗選舉可以拋出好多議題嚟論述嘅，譬如講西藏。今次民進黨就借呢個西藏問題，就將佢又係即係去拉，即係希望嗰個基本盤啊，特別係嗰啲台獨基本教義派，即係嗰種抗中反共嗰種情緒可以拉起嚟。嗱，今天的西藏就是明天的台灣。如果馬英九當選，中國就會屠殺台灣的人民。升高到呢啲咁嘅姿態，即係呢個對台南咪有用啫，對台北嗰啲當你喺度發癲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喂，關咩事啫？係嘛？佢可以將佢升高到呢樣，咁馬英九又要答喎。馬英九係一定要行出嚟講，我哋係強烈譴責中國政府鎮壓西藏人，仲有中華民國就係中華民國，台灣就係台灣，西藏係西藏，不能夠相提並論。但他前提先要譴責先，係嘛？譴責呢個中共血腥鎮壓，或者用到啲即係比較情緒啲嘅字眼。但係跟住佢要話台灣就係台灣，西藏就係西藏，即係話俾你民進黨啲人聽，你冇揸住呢樣兩將佢撈亂，係嘛？係兩回事嚟嘅。馬英九話中共未管過台灣一人，其實言外之意，佢而家管緊西藏。係嘛？正因為咁，所以我哋係即係，所以佢嗰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嗱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召開國際媒體記者會，特登開個國際記者會，再次強烈譴責中國鎮壓西藏行為。馬英九強調台灣不是西藏，台灣不是香港，我們是主權的國家，我們選舉自己的總統，我們沒有被中國統治。嗱，呢種講法就已經好明顯，就係佢要化解咗，因為西藏事件可以俾呢個民進黨操作，作為一個所謂意識形態嘅議題啊。因為而家民進黨一路都要強調，喂，你係即係統派，我係獨派；你係外省人，我哋係台灣人。如果你選馬英九，即係中國贏；選謝長廷就台灣贏。佢要繼續操作，用意識形態嚟操作呢個議題。但係馬英九呢個回應咧，就令到你呢個操作咧係冇效嘛。不過呢個回應咧，好似民進黨啲説法嚟。咪就係咯，但民進黨嘅説法唔同啊。民進黨説法就係去屠殺台灣人民啊，你明唔明啊？誇張少少。誇張少少。不過選舉係咁啦，大佬。所以咧，所以其實我哋又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咩咧？所謂台灣意識。本土意識，國民黨同民進黨係一樣。嗯，你作為一個在地嘅政權或者一個政黨，你可以唔去 entertain 呢2300万人咩？嗯，你冇理由走去 entertain 北京嗰、那個係嘛？咁你個選舉邊有得贏啫？投票係呢度2300万人投票啊嘛。仲有喺台灣有1/4嘅人口係本省籍人，1/4嘅係客家同外省籍。你馬英九作為一個外省籍的政治精英，你可有咁強大的民意支持？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，呢種省籍意識、族群矛盾又唔係咁嚴重喎，係咪先？否則嘅話，你點會有咁強大的民意支持啫？你一個外省人，係咪先？咁如果換翻一個角度嚟講，如果馬英九唔係外省人，會贏緊，係嘛？即係所以個問題就係話，而家即係喺選舉裏邊咧，你可以操弄呢個所謂即係意識形態，但選舉完之後，你就會翻本部嘅咯喎。所以呢個即係馬英九提嗰個兩岸共同市場咧，佢係真係係會吸引到一啲人，又係喎。而家台灣嘅經濟咁差，美國嘅經濟衰退，台灣對美國依賴又咁重，咁跟住台灣同大陸嘅貿易額咧，講緊1年係1000亿，然後嗰個順差就600亿美金。